这么说啊，别看一些人干了多年娘亲家家偷便宜那牌，明明钱呢都在母亲那家，这么说他们便加一倍啊，我们就说没错啊，就加来吧嘞。这么说干过一次就用啊，市场那就难免耽误嘛。别看一些人哦，那都是哥哥呢，没拉这样的干的，从那东西样的提，别看一些人干那个桌面上图片经常给他拍的喽，说把图片经常在那拍的呗，过了他们个他那故事那个嘞，别看一些人干那桌面呢经常在哈，马上人家年年也两三桌，我们搞么了嘛，别讲嘞，别说他玩嘞。